这是啥事啊？大头家娘来气噗噗，还搁去遐吐血。你无一个人替我设想的，唯一替我想办法的，竟然是外人啊！就算是你，我谁害你呢？就算是无你，妈会害我啦。至少有希望，我干嘛试看卖啦？婚嫁就是现场的，叫无你妈信都，干嘛相信别人？我反而相信家己人噻。啊，你敢无感觉淡薄怪怪？请收看《阿布拉的三个女人》。